看来你一点都不了解他，无论他的选择是什么，你都是他朋友。知道真相他会难过的，我不希望他受伤。 所以，我们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你不要告诉林沃，可他必须知道真相。我做错过，所以无论他的选择是什么，他都不应该生活在谎言里。所以你一定会告诉他什么？ 是你提前安排人发出来的，那你现在开始害怕我了，林墨，12岁开始，你就是我唯一在乎的人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，为什么你全都忘了？你冷静一点，裴小荣，你到底想要干嘛？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你放开我，裴小荣，你放开我，裴小荣，你放开我，让我。 别让自己没有回头的余地。收手，高山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如果你不回来，我有的是时间平复这一切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毁了他！对不起。 高山，高山，高山，你醒醒！高山，高山，高山。